金色甲虫一怔，未来及反应就身体一紧，被金童从后边死死地抱住，动弹不得。金童两只前爪一挥，交叉斩向金色甲虫的脑袋。金色甲虫无法转身迎敌，情急之下将两只前爪竖在头旁，当的一声挡下了金童的一击。四只前爪彼此交叉，交接之处金星狂闪，吱吱乱响。金童眼中透出一股癫狂之色，忽地仰天发出一声洞穿云霄的长啸，身前骤然金光大放，两只前爪更是浮现出刺目无比的金光，吭的一声锐响金童前爪斩断金色甲虫的前爪，从他脑袋上划过，这金色甲虫的脑袋顿时冲天飞去，庞大的身体剧烈闪动两下，忽然爆裂开来，化为大片的金光飘散。金童所化虚影忽的大口一张，深吸一口气，将金色甲虫所化的那些金光吸入口中，随即周身光芒大放，体表灵光一阵的流转，庞大的身躯立刻变得凝实很多，而且缓缓地开始变化，很快化作了一道瘦高模糊的身影。一股巨大无比的威压从模糊人影身上散发出来，这股威压不同于灵压，而是一种近乎生命层次的庞大压迫，好像是凡人面对仙神的感觉。韩立等人站在远处不及防下，也被这股威压笼罩住了。貔貅情况最惨，七窍中隐隐有血痕溢出，发出一声惨叫，身形顿时化作一道白光，落在了韩立的腰间，变为了一枚白玉吊坠。韩立也是眼前一黑，胸口如遭重锤，噔噔噔连退了十几步，才勉强地站稳了身形。谢道人见机不妙忙化作一道黄光飞入到韩立的体内，唯有魔光虽然受伤不轻，但如今附身灰仙躯壳后修为大涨，只是晃了几晃就再次稳住了身形。金色人影只存在了几个呼吸，便化作一道金光没入金色光团当中，随即金色漩涡骤然再次一掌，仿佛一张金色大口猛地一吸，一股庞大无比的吸力蜂拥而出，半空的五色凌云尽数滚滚没入金色的漩涡中。金色漩涡仿佛一个无底洞一般，不停吞噬着半空中的凌云，自身也缓缓地变大，足足吞噬了一刻钟，天空所有的凌云尽数消失无踪，金色漩涡这才慢慢地停了下来，然后突然飞快地开始缩小。几个呼吸之后，金色漩涡消失无踪，半空中恢复了平静，只剩下了一个丈许大小的小金球静静的悬浮，好像一个金色鸡蛋一般。韩立见此松了口气，脑海中却反复浮现出先前那个可怕金色人影，挥之不去。金色圆球悬浮于半空中，上面不时地闪过一道刺目的金光，一阵阵让人心惊的气息波动不时地从金球内散发而出，似乎在孕育着什么可怕的存在。韩立略一沉吟之后，身形一晃，下一刻出现在金球附近，一道白光从他的袖中飞射而出，滴溜溜一转之下化为一面白色小旗，正是从公输九那里得来的那件仙器。韩立打出一道法诀，白色小旗立刻迎风胀开，化为一面数十丈大小的雪白大旗，迎风飘扬。大旗飘荡之间无数白色雾气滚滚涌现而出，转眼间形成了一片数亩大小的白色云团，将金球淹没在其中。云团似乎有遮蔽气息波动的效果，金球中散发出的惊人气息顿时被屏蔽了大半，不是那么惊人了。先离开这里吧。韩立掐诀一引，正打算催动云团，包裹着的金球朝远处飞去，但下一刻他面色一变，停下了身形。只见前方不远处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名白袍男子，此人看起来三四十岁左右，容貌极为英俊，一头飘逸的黑发夹杂着一小撮金发，闪动着淡淡的金光。这个人出现的无声无息，且毫无征兆，以我的神识之强大，竟然也丝毫没有发现。魔光也是吃了一惊啊，显然之前也没有发现丝毫的端倪，对方仿佛是凭空出现一般。此外，那个人虽然没有散发出强大的气息，但是韩立的直觉告诉他，眼前这个人绝不简单。此时白袍男子的目光上下打量韩立，又扫了魔光一眼，一时间似乎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。韩立心中念头转动，缓缓地开口问道：敢问前辈是什么人？白袍男子没有回答韩立的问话，只是含笑说道：你很好，倒是让我吃了一惊。韩立闻言心中一惊，他这话看似没头没脑的，兴许他老早以前就到了附近，甚至可能看到了我对付噬金仙的那一幕。你的声音，当年禁锢那头噬金仙20年，并且传音让在下不得前进的，可是前辈？不错，是我。韩立躬身行礼，多谢前辈出手相助，我不过是受人之托。韩立闻言一怔，对方这个答案似乎出乎他的预料。白衣男子又平静地说道：我助你脱险，算是偿还了你当年相助柳乐儿的恩情，从今往后你和他之间便再无因果。柳乐儿？他竟然在前辈那儿，他如今过得如何？乐儿现在一切都很好，你们虽然在灵环界有过一段过往，但我刚刚说过，你们之间因果已尽，日后就不用再见面了。这个人虽然没有表现修为，但我若是没猜错，他应该是一位大罗境大能。面对如此强大存在，我纵然心中再有不愿，也只能点头，而且只要柳乐儿过得好就行。是。看到韩立答应，白衣男子面色和缓下来。还有，关于这里之事，你们也不得告诉任何人。是。韩立心中稍有疑惑，但是也答应下来。白衣男子见此，微微颔首，翻手取出一物，却是一枚青色玉简，扔给了韩立。这是地图，你们快些离开这里，日后不要再回来此地了。白衣男子说话间目光一扫，在魔光的身上多停留了一下，他眼中似乎闪过一丝异色，随即身影一晃，整个人竟凭空消失在原地。韩立眉梢一挑，面露苦笑。看来人族修士在这片蛮荒界域真的不受欢迎啊。若非柳乐儿的缘故，恐怕此人连话都不会对我多说一句，甚至直接对我出手也有可能。魔光似乎也松了口气，眼中灰芒闪动一下，瞥了韩立一眼，缓缓地开口：这人给我的感觉比那太乙境噬金仙还要可怕，难道是大罗境存在？韩立没有立刻回答，默然了片刻之后，深吸口气，平静了一下心绪，脑海中恢复了些许神识，延伸入一缕神识，没入青色的玉简，顿时一喜，太好了！地图上的内容颇为详尽，地图中还标示出了4处巨大的领域，上面明文标注，这4个领域分属于4个大族，生人勿近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我们之前所经过那处区域正属于天狐一族，看来此族老祖便是刚才那位白衣前辈了。柳乐儿当初便说被同族之人接走，如今看来多半就是这天狐一族了。如此，我倒是不用再为此女多担心什么。除了4大区域之外，地图上还标注了一条较为安全的路线，一直通往黑山仙域。韩立看了图片片刻，退出了神识。魔光见此开口问道：韩道友，眼下你如何打算？那个人既然下了逐客令，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，免得引起什么不必要的误会。韩立说完，挥手祭出翠绿的飞车，然后手中掐诀一引，白色云团飞快的缩小，化为一个浓郁的白色雾球，包裹着金童和所化金球落在飞车上。莫光见状，突然开口问道：“韩道友，你身上可有阴属性的灵兽蛋？”韩立闻言一怔，在身上寻找了一下，翻手取出一个黑色灵兽蛋递了过去。此物是韩立从瞿灵那里得来的一个阴属性的灵兽蛋，空间颇大。多谢，请道友稍等我片刻。魔光道谢一声，身形朝着下方深渊飞去，很快就落入到了底部。此处深渊已经是千疮百孔，原本浓郁的煞气纷纷外泄，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。魔光挥手打出一道法诀，灵兽蛋立刻飞射而出，同时开口处大张，发出一股强大的吸力。残留的煞气立刻滚滚汇聚而来，化作一道黑色气柱，没入灵兽蛋里。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，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，下期我们继续修仙。